咁啊，當日大球場嘅晏晝咧，就突然間係回暖嘅，咁氣温咧達到成攝氏20度嘅，咁所以入場嘅觀眾咧亦都好踴躍，咁啊達到咧15000多人呢個數字咧，係比年初一多咗幾乎成4000人咁多嘅，場面就非常之熱鬧。咁啊，白衫咧就係金星隊，大連隊咧就係著綠衫綠褲嘅。咁啊，雖然兩隊咧對於呢個冠軍啊冇乜已經係冇機會啦，咁但係為咗面子問題咧，大家都希望喺呢個名次之爭咧就爭到咧第三係最好啦。咁大連隊咧嚟香港之前咧曾經喺廣州係集訓咗超過一個月，咁而金星隊更加咧係將今次個賀歲波作為咧佢哋個季前嘅練習啊，所以雙方面好重視。大連隊嘅教練團咧係由3個人組成，主教練咧就係朱作富，金星隊嘅進攻。新雙根回翻後，這個波咧係左人前進嘅。個吹罰咧就係7號嘅趙岩，可以見到球證歐志成嘅手勢咧，就呢個波係兩腳波係間接自由球嚟噶。咁由佢哋嘅20號李永珍咧就係主踢，斬去遠處，巨雙犯一頂啊頂橫咗個波咧，仲未啊出界。9號嘅新雙根攞翻，俾咗15號嘅車光直撞牆式落底線，佢仲有機會嘅喎，好嘢！再落底線，再推角度就好窄啦，斬去遠處巨雙埋喺度，後面亦都有咧20號嘅李榮真啊，李榮真咧就係代替被罰出場嘅17號嘅崔振漢咧，就以正選嘅姿態出現嘅。落到底線角度就冇噶啦，唯有斬出嚟，留曬遠處咧。李永真咧就操之過急咧，其實攞一攞機會就更加好嘅。仍然都係金星隊咧佔嘅攻勢比較多，咁啊事實上咧佢哋嘅實力亦都比較好啲嘅。7號嘅巨雙犯一射，亦都喺眉頂咧僅僅一個波位咧就高咗嘅。咁啊事前一般輿論界同埋觀眾咧都係。認為呢場波將會係一面倒嘅一場賽事嚟噶，咁啊，但係睇翻我哋上半場嘅賽事嚟講咧，都唔係話一面倒啊，雙方面都係互有攻守。咁至於金星隊嘅教練咧，就係戴眼鏡嗰位咧，就係高在旭。這個單檔好靚啊，新雙根，又係巨雙犯，通坑渠過唔到，一扣，哇，壓過曬啊，有機會啊，有位可以射，真係射喎！地波龍門嘅周德軍咧，都係手指尾掂到嘅角球。巨雙犯不愧是金星隊前鋒線一個很活躍的球員，這下就壓曬了兩個綠衫的大連隊的球員咧，中曬過去右邊嘅。大連隊的進攻，俾入去中間，再俾翻側邊的唐勇，唐勇左腳一射，我哋喺呢個角度看都好像很接近龍門喎，咁可能偏差很多都不頂，我哋看下另外一個角度的慢鏡頭就知道了。這個角度在龍門後面看咧，就呢個波其實咧離開目標都好遠下嘅。咁啊，綠衫嘅大連隊咧喺當日嘅比賽之中咧，防守方面咧打得特別出色嘅。咁啊，比起年初一對香港邀請隊嗰場咧，更加咧防守咧係穩固好多嘅。攻勢亦都偶然都有嘅，好似頭先咧8號嘅唐勇啊射過一球啊，咁跟住亦都有咧零星嘅攻勢，這個咧就其中嘅一個啦。底線斬中，看看中間有沒有人了。15號的車光直是頂出比後，哇，這個波好嘢好嘢，這個波射得好靚啊。後上的趙林，3號的趙林射這個波射得幾勁啊。這兩個射門也是大連隊在上半場絕無僅有的兩次攻勢，很可惜兩次都沒辦法可以射入，結果上半場是雙方以0-0是 打成這個平手的。下半場金星隊是換入了一個球員，就是上一場對 ACF 被趕出場的17號的崔振漢代替20號的李榮真的曹敏國，呢下咧都冒險起腳啦，跟住咧車光正係篤橫咗，佢嗰邊咧有自己隊友13號嘅姜萬永啊落底線，第一下過到，哇佢都好靈活啊，起身好快，再過，喂呢下咧上唔追快12碼都唔得啦，因為咧15號嘅劉仁鵬咧就係好清楚
用在禁區入邊用隻手咧，就將個波撈翻轉頭，直情就好似打籃球咁。咁所以咧，歐志成亦都係當機立斷，即刻咧就吹罰十二碼。我睇下十五個劉仁鵬喺地下爬翻起身咧，或者右手咧就將個波撈翻嚟啦。金星隊咧由呢個七號嘅巨雙範嘅主踢，好靚啊，亦都主踢得好靚。咁但係咧，周德斌好似好唔抵咁喎，咁究竟點解咧？我睇下慢鏡頭啦。咁原來咧，周德斌咧掂到個波㗎啦，捉到度掂到掂到個波少少嘅，咁所以咧佢咧啊落咗地之後咧就猛喺度咧就拍個地話，覺得呢個波好唔抵，應該有機會就有嘅。入波嘅時間就下半場嘅十分鐘一比零，又係巨雙範啦。望一望中間先，崔振浪一點，咁啊因為龍門周德斌出嚟嘅關係咧。冇乜角度俾十七號嘅崔振漢可以有局部整得入啦。咁今次十七號嘅崔振漢能夠喺下半場出場咧，就完全咧係香港足總咧對呢件事件咧就係、是、作出一個比較溫和嘅態度去處理咧，就係崔振漢出場嘅問題啊。嗱，可以見到佢咧不愧為咧金星隊前鋒係一個比較活躍嘅球員。咁佢同七號嘅巨雙反咧都係前鋒線嘅表表姐嚟噶。角球開出，嗱有機會啦，一刀。這個波咧真係亦都好有機會噶，除非咧好有機會咧就係呢個大連隊咧就係攀成呢個平手嘅。咁當時我哋喺大球場嗰個廣播評述嘅 box 入面睇落去咧，呢個波真係好似入啊，因為咧射中個網側啊。隊長郭行水俾佢左邊。崔振漢有位射啦，真係俾佢起到腳，新雙根亦都離遲一步，喺遠處九號嘅新雙根離遲一步。咁啊，經過兩場賀歲波之後咧，九號嘅新雙根、十七號嘅崔振漢同埋七號嘅巨雙反咧，已經喺香港球迷嘅心目中咧留下一個比較深刻嘅印象。咁尤其是咧喺遠處步入去九號嘅新雙根咧，就更加咧係獲得香港球迷嘅歡迎啦。又是他跌在地下，看看球證會不會吹罰了，是沒錯，吹罰了大連的左後衛。看來呢、這個吹罰也是有點嚴，好像大家攞位那裡就得位跌在地下。好，十號的康德壽開罰球去遠處，一點就沒有，又是他，七號的康德壽，七號的巨雙範，這場球呢已經射入兩球了，剛才的十二碼又是他入的。大連隊的守衛大部分都集中注意力的前柱，後柱雖然有隊友，但是被七號的巨雙範就跳起先接到個好位。下半場的三十九分鐘紀錄已經是二比零了，攻勢仍然都是金星隊比較多。新雙根又被呢就係、是、又被呢清道夫徐宏在後面勾跌了。距離的延長時間沒多久的，應該就隨時都延長了，這個犯規也很外眼。好，一腳波，十號的康德壽關個印象，雖然龍門周德斌是碰到，但是也都是就是在龍門的左上角是入網，三比零。結果這場球也是三比零，金星隊是勝出的。